大家好，我是大儿。大家好，我是 Pat。今天要来盲测三种品种的奇异果，常见的是绿色，再来是黄金奇异果。那最近有新出了一个红宝石奇异果，纽西兰那边已经培育15年，然后对它培育了15年，它是首批进来台湾贩售的。那我们先来认一下，这个明显是绿色的。先说这个，你知道很多人其实分不出奇异果要怎么看，你分得出来吗？以往我都是看那个牌子上面写什么，最近我慢慢发现，以黄的跟绿的好了，这应该是黄的吧？对，黄的它表面比较光滑，没有毛；绿的有毛，黄的没有毛。这是为什么？我也不知道品种吧，这个就是红色的，红的我也是第一次看到，我不知道它跟黄的蛮像。这样有手吗？这样子捏手不？不能用手指捏，因为手指的力道很大，要用掌握。哦，对，然后你觉得它有点可以握下去的感觉。那我们在盲测前，我们都先把它切开来看看。我很好奇红色的是长怎么样，含有丰富的抗氧化剂花青素。花青素好像通常都是在紫色的水果，像是蓝莓或葡萄。唤醒舌尖，好，反正重点就是它吃起来应该有点莓果的味道，这样子。这么厉害吗？奇异果，厉害吗？我觉得现在不奇不怪啦。OK， 黄的吗？是黄的。为什么那么绿啊？它有鲜绿。是红的。是绿的、啊。哦，最精彩的来了，红宝石奇异果。哎、欸，我以为是整颗红哎、欸，其实蛮美的、欸。那这样子嘞，差不多啊，也是蛮美的。那我们来盲测吧，最先最重要的环境，先选吗？对，为什么？我对奇异果也是想要研究啦，应该很容易就认出来。我不想让你先听到我的想法。我们要先测第一个咯。奇异果不就那样吗？酸甜啊，偏酸甜。什么东西不是都嘛这样？先测第一个，再把它展开，说说它的口感，蛮扎实。这已经不是红宝石，这个比较像是绿色。但因为我太久没吃黄金奇异果，所以我先保留。喝口水，然后拿第二个了。哇，大一口，应该吃得下去。可以，蛮大，也真的很大哦啊！嗯，像什么？它就像是黄金奇异果。黄金奇异果啊？那没错吧？我不知道哎。一号跟二号比起来，一号咬到籽的那感觉很多。比较酸，比较甜。对，比较酸。第二个比较没那么酸，咬不太到籽，很顺，就是这样吃完的。接下来该不会只有这红宝石吧？好，我要测第三个了。好啊。哇，这个好复杂。为什么？怎么样？我可以再吃第二个吗？第二个嘛，好啊。二三有一点像哎、欸，口感很像。我很怕讲错，因为刚刚第三个开始的那个甜味跟第二个很像，后面会慢慢有一个梅果香气，但是淡淡的。第二个、第三个、第三个，让我讲错了吧？相信自己。我觉得就是绿黄红啊，可以看了吗？来看你哪一个是吃两个的。猜错了、哦，对，所以是绿黄黄，哎、欸，所以梅果味、欸，你说这个像梅果味哦？对啊，不能吃。等一下，我觉得你先吃，然后我们讨论。大家都没有吃过红色的、啊，猜错也很正常吧？其实很少吃黄色，刚刚吃绿色，你喜欢吃绿色的？感觉绿色的维他命 C 比较丰富，好像是黄色的，啊、真的、啊，我好失职哦，我蛮有把握的。蒙眼睛的时候很紧张哎，一号小朋友。真是金色奇异果，不是它酸酸的绿色的，真的会有点那个哎，我不知道是哪一个哎，绿色的，因为它的酸到后面就飙出来。没关系，我们先接着第二个。其实我跟奇异果不熟啊，你少在那边。第二个啊，第二个啊，那很小，有点大。它怎么有一个不像奇异果的味道，有点像柳橙凤梨的味道？把另外一半挖给。好。应该就是红色，对我来说绿色比较扎实，红色的话它比较滑口。刚刚这个是我没吃过，它有点带沙。我先这样讲，因为我不确定。第一个我先猜绿，第二猜红。哎、欸，那不是顺序一样吗？哎、欸，对，顺序一样、欸。哎、okay, okay. ，哦，对，三个啊，这个是黄色，就是我讲的口感比较黄，因为绿色它会有点纤维，会一束一束，所以第一个有知道。那我可以再试一试第一个。在拍摄我都觉得这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。我也以为我测得出来。等一下，好了，相信自己。所以答案是绿红黄，黄红绿。哎、欸，嘴巴坏掉了。绿就是那个啊，我说的紫的那个感觉。有啦，刚刚其实我知道第三个，我刚会这么犹豫，是因为第三个紫很明显。我刚刚不是说再试一次第一
个，那个时候就觉得哎、欸、变甜然后变黄了，到底在讲什么？什么意思啊？我刚其实想改答案啊，但想说算了，相信自己，确实有一个不是奇异果的味道，但也不像莓果啊，我觉得比较像果汁。啊，没有莓果啊？我想砸人家招牌，没有砸人家招牌，就是讲我的感受。好吃的，好吃啊！我们都猜错，怎么办？我们好烂啊！可是我们已经等一下放很多莓果味道出来了，现在太晚了吧？它的后味，现在嘴巴我讲话都是草莓香，金色也吃得到紫吧？对啊，所以刚刚才会误判啊！刚刚给我的那一个，那我问你一个问题：吃水果会吃皮吗？苹果会，葡萄开心橘，对它基本上不会。我有在网络上查。奇异果的果皮膳食纤维很高，但是绿色的我是不会吃，因为这个毛其实有点嘎嘎。我吃一点很难，好吃吗？就皮啊，不好吃。真的对这个太好奇。好吃哦。就海波的话，我觉得，我到底在吃什么？好想摸。对，是有点不一样，因为一开始他很介绍这样子，那我就要很明确找到那个梅。有没有？它已经 mix 起来变成一个新的味道，虽然会有点陌生，但吃了几次就慢慢跟它熟。我觉得其实是蛮成功的，还蛮好吃。奇异果营养价值是蛮高的吧？高。我觉得大家可以赶快去尝鲜看看。据我们所知，家乐福跟全联都买得到 ，Costco 好像买不到。大家赶快去发了，好不好？拜拜，拜拜。